舞者穿着客家传统服饰，拿着斗笠表演采茶，不一会儿将椅子层层叠起，站在顶端，现场响起一片掌声。福尔摩沙马戏团近日赴印尼和印度演出，团员将台湾民俗文化结合当代马戏功力，表演叠罗汉、扯铃、空中特技等技艺，吸引许多印度观众前来欣赏。透过这些马戏演员的诠释以及歌曲，我相信大家心中都会有一个对这个作品的一个想象。对，所以这一次也因为首次跟外交部合作，然后又是要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工作，所以特别挑了这样一个具有台湾文化代表的一个文本，来结合台湾的当代马戏，融合推出这一个亚洲之星这一个作品。驻印度代表田中光表示，台湾是岛屿国家，期望与世界连结，因此致力与印度透过贸易、教育以及文化推动交流，当中文化连结是最为重要的部分。 I firmly believe culture exchange probabl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, more important than making smartphones, because smartphones can be replaced very easily, but cultureIt's like a water nourishing a tree, and the tree can grow fruits. 印度工商协会荣誉代表也指出，任何的双边关系中，文化交流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台湾是印度的重要伙伴，这场表演不止成功虏获印度观众的心，也促进两国间的连结。